如何挑选牛油果？在挑选牛油果，可以用手按压或者捏果实来判断牛油果的成熟度。如果按起来很硬，一点都捏不动，那就说明还未成熟，可以买，但需要放置几天再吃。如果按起来很软，就说明果肉已经烂了，也许里面都发黑了，那就不要买了。如果软硬适中，稍微可以感觉按得动，那是最适合食用的状态。一般刚买回来的新鲜牛油果可以放置在常温下保存，注意放在阴凉通风处，这样的话保存3至4天是没有问题的。也可以把牛油果放在冰箱里冷藏，温度调节在4至8摄氏度之间，以防牛油果被低温冻坏，这样可以保存1周。不过放置太久了的牛油果就不会那么新鲜了，所以建议尽早食用。